前感，很慈祥，慈眉善目，慈眉善目。想到你女儿几岁才能交男朋友？我一定会很努力的跟她男朋友变成好朋友。就带她男朋友去泰国去，或者是去一些合法化的国家，去哦，去哦一下，爬变人妖是不是？对啊，去世好严重，太狠了吧，太狠了，太狠了。谢尔轩变慈父不造了，陈香妮天赞真的变很多。世界再大，只要有你和我，就不会再怕这条路多难走。当这地球转动，每一秒。生个二宝爸后变得超慈祥，谢和弦相隔三年竟举办发片记者会，老婆陈香妮、两岁的大女儿谢盈月都来了。快跟你说，你这次专里面都没有一些脏话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还蛮喜欢的，真的，就没想到我也可以这样，要骂的以前都骂完了。现在在家里在女儿面前会骂吗？我尽量不骂，对，完全不是我的，对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都没有，我都没有，你真的都没有，因为是你。儿子就没关系。所以你会不会想要生一个儿子？会耶，我们有其实也有在讨论。有在想。对，有在想。应该很头痛。因为可能会像爸爸。会像爸爸哦，拦不住，拦不住。你会有不小心发脾气？叫他名字就说：“谢盈月，快点，会感冒，快点过来。”他有哭吗？我爸爸生气哦，因为他玩冷炮。想到你女儿几岁才能交男朋友？我觉得看他自己，但是我一定会很努力的跟他男朋友变成好朋友。不是准备一些道具，一些武器，就带他男朋友去泰国去，或者是去一些合法化的国家。去去哦，去哦一下，去去哦一下，爬变人妖是不是？对啊，去世好严重，太狠了吧，太狠了，太狠了。酷哥，你不会担心女儿可能受感情伤害？不会伤害回来。好害怕，没有啦，不会啊。